为什么每一把都有一个菜人？严阵以待。每天每一把都会有那么一个集菜的人等着你去开的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这不把这骇客给我杀了啊！出招吧，再爬起来，白赚400块。这是英雄联盟的魅力，不，这是运气有点差。我操！严阵以待。啥意思啊，鳄鱼啊？你凶啥呢？你跟谁俩凶呢？你跟我凶个什么东西？我想问问你啊，我就想问问你，你跟我凶个什么东西？我一级武器大师，跟我凶？哎呀！先来把多兰剑，我又回来了。他好喜欢凶，那既然这个样子，我们第一件破败。出招吧！线儿也不空。那我空，先插个针眼。看招！哼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怎么，那武器大师跳的时候怎么感觉跳的那么慢啊？还有谁？猜我真眼，猜吧。这波先不打了，那梦眼可能搁旁边呢啊，小心点。这波要是死了就炸了。这波可一定不能死啊！我们5级，他4级，压了他1级左右吧。梦魇也没在，没想到吧，那直接掉吧。回来了，
梦魇没带子的跳他。Killing spree。那咋又不凶了呢？我记得你一开始挺凶的呀。我记得你一开始挺凶的，我给你榔头。记住啊，这波鳄鱼，现在该我了，它是有闪现的。啊！ Shut down。 我们升个六直接杀他一下，两下，重锤开翼。他不闪，我们不上，我们不跳。出招吧！这没杀了，让他回上血了，我靠！看招！大蛤蟆。想反杀我呀，这塔皮吃不了了。他有多少经验能吃，能没吃着？他有多少经验？哎呦，晕啊！先来个攻速，还不如送塔。我就发现那马后炮能不能少说点儿，兄弟。把他们也算上。你知道那皎月要来了，送塔。那谁不知道对面中单来了，我们要死的话还不如送塔呢？谁不知道？你说，谁能不知道？你说这往后炮有啥意义？我要知道明天股票涨，我他妈也买。明天股票涨了，跟我说，哎呀，早知道买这个股票了，干哈呢？你看见中单往上走了，你搁哪看见的？那中单在没有视野的地方，你是怎么看？你开图了？那我没办法，那你开图了，我们没开。严阵以待。等一会儿再上啊，等药没了的。他是不是要升了？红鹿还放的是 W。 还追呀、啊！还追塔下兵又吃不着了，哎，生气气了，回家破败，再见。出招吧！
车你就别吃了。现在该我了。哎呦我，哎，非得回头晕我。这梦魇跟我面前装个什么玩意儿了呢？我就纳了个闷儿了。装啥呢？我就纳了个闷儿了。我都搞不懂，你说在他妈的有什么好装的呢？你是装备很好啊，还是咋的呀？对不起啊，又是这皎月。哎呀，这皎月呀，可恶的皎月！我装什么？我那不叫装，我这搁那拆塔就什么装？那上野都死了，我装什么玩意儿呢了？我们这叫拆塔，属于正常版游戏。他俩不知道搁那装什么玩意儿了。严阵以待。搁塔下一站，哎，还不动了，在那还不动了，可我在那还不动了。你要是装备好也行，你说你现在杀十个，那我敬你三分。你连个屁都不是，在我这装。下路搞一波。哎，这见着我这跑着才对。皎月，我现在没空去杀你，你等着。我先把这是谁的蓝 buff？ 出招吧！嗯，给我杀的皎月。等一下啊，往出来走，来，好，给上。好定啊。把他们也算上。给我把这皎月杀了，来猪头的，哎呀，这影魔刀出的可以啊！你拿个屁红，你还拿红？没有我，你他妈死了都，拿红！您配得上这个红 buff 吗？你觉得它符合你的身份吗？还要拿红？
现在该你了。水银海，出个谢声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现在几点了？2:14了。这是谁家的？这个给你还行。这边1打4，说实是有点不太行啊。干哈呢？勾的挺准呢、啊。皎月，再见。还打他个秒表，不错。把他们也算上。回家了。他刚才如果不放秒表，确实容易死，但是他放的有点早了。他再稍微晚点放，可能能勾引我一下。下路看看小龙有没有人拿啊？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这武器大师这英雄，他不需要大招，你知道吗？不像那猴杀人还得用大，但是换来的就是这个英雄打团战会比较弱，不是那么很厉害。同样同等装备，如果是一个猴，给我杀，给我打，先杀的鳄鱼，那么爽。这不昂，他们家这个卡莎走到了这里。给个人头吧，你为什么非得要杀他？严阵一待。挠我，跳走，往哪跳？跑了，让你跑，我先跳一手。皎月来了，走，打个蓝去。没想到我又回来了。也算上。你要有射箭行。要没有射箭，咱杀不了。把下路拆了吧。现在我们的装备还不足以说是就是能一打五，等什么时候能一打五了呢？等我这趟回家，目前不够肉，没有肉度。把团我都给你拆吧。我又
再见，派对呀，派对，为什么要害追呢？我就没明白，你说为什么追？这正追呀、啊！差200，我把这石头人打了。石头人现在就30块钱吗？把巨酒除了，然后我们来一个舞台。眼儿出的装备，没想到吧？我到了，来给个舞台，都得死，今天都得死，谁也别活，今天谁也别活啊！给我出来，那位鱼！你给我出来！哎，可恶！跑了两个。